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即日起，你就是我大清的天子。他们说的话，你信吗？朕都不信。决定要动这口气。 你是什么人？我是紫衣执掌，执剑人。这丫头含章天庭，气运自成，是个好人。天地神明，剑气之灵，无心如剑，镇恶除邪，无剑如心，护国忠君。程若云，外面的一切，我已布置妥当。 逍遥外务丹，一颗享恒安。这是爹爹对陛下的体贴。身为执剑人，就是朕的一把劲。用对了，就是朕之福；用不好，就是国之祸。这个程若愚，歪打正着的坏了本宫的计。真不知道他是装疯卖傻。 还是真的莽撞？爹爹，欲控制皇帝，便要让他挥霍时光。程若愚，机会，朕只给你一次。如果猎巫一开始也一箭射死的话，那这一局马上就会结束。猎巫一直没有出现的话，那便是我心疼他。看来你的棋艺的确进步不小。那易父九。 先下手为强，吃掉你的象，将不去。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，你如果不经受巨人的痛苦，就无法达成你的所愿。他是在等，等一个可以为他助力的机会。为何如此的气？也许朕是个坏人，朕所遭遇的刺杀和报复都是罪有应得吧。陛下。 曾经的您，臣不认识，但现在的您，在臣心目中是个好人。臣觉得这样的陛下，最是好看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我问你，花好看吗？花也好看。 也不会让你受到一丝伤害。月儿，你曾说过，以前的朕让现在的朕很痛苦的话，那么就把它忘掉，哪怕朕。 死有余辜，也愿意。你这个笨蛋！我告诉你，以后你不许再做这样的蠢事了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是为陛下做的事，永远都不是傻事。 真是没有想到，你和先帝。
是如此幸运，身旁总有忠心耿耿的执剑人。看来这碗鱼汤朕不用急着喝了。可是师父再来，不要再犹豫了，趁着齐燕和裘子两狗咬狗，我们的计划该开始了。我的棋局，棋子老有让别人下的道理。迷杀郡主，我志在必得。敌在暗，我在明。本宫这次有预感，这次好玩了。你在威胁朕？我是在向陛下展示我的嫁妆。只要陛下肯娶我，朕无兵力，任君调遣。燕雉、程若愚、裘子良，所有人都可以不必死，活着才可以信君。见过掌旗人。上旗山抓程若愚和玉真房300死士。郑禄、朕以及朝露之变中死去的数千人，我们都可以为了你赢而死。所以告诉朕，你能？朕这一生当过九五之子，当过燕奴之子，还令一个你这么爱笑的人为我哭成这样，此生圆满了。我不会离开您的。您在哪儿，菊儿就在哪儿。你以后肯定会遇到一个只让你笑不让你哭的人。我祝福你。我嫉妒刀割我嫉妒你嫉妒他。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艰难险阻才走到今日，陛下真的要赶臣走吗？琪儿，从今往后，世上再无程若愚。你可以当齐燕最坚实的臂膀，埋在暗处，帮他扭转乾坤，反败一生。你的皇位岌岌可危，只有我可以帮你破局。你有何计划？娶我。往事流转在你虽然是裘子良，但我知道你并不坏。你虽然为他做了很多错事，但我知道你的本心并不是坏人。一路上哪怕点点重挫，荆棘遍地，我也想要一直与他同行，清。朕已经知道你的真实身份。我若是王若清，我就要。我本以为你与裘子良不一样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他，冷酷、无情、自私，使人命如草芥。现在只有你能救齐燕。兜兜转转，没想到这皇位竟然落在你的头上。你既来找我，打算怎么处置我？还是跟我联手，把接下去的棋下完？朕要不想天罗地网引君入瓮，
这剧情真才是第三人。